着最后的好处，受伤的人透无共度，只会当流目屎。咱搁要用规矩来甲家己拔脚目睭是毋？现在即马愈来愈漂白啊！一年连下外人来欺负我，若是搁会继续漂白落去，永成咋办？会去又快转去。所以啊，我爱伊暂时消失几工啊，安尼我才有机会会当扳回永成的心。王延熙，你！你的老天爹嘛是看你好样，唔只系要跟你结婚，你卖不了我跟陈玲的感情，你干嘛要回去？你没管啊！天丁就是叫我叫我就害死啊！你竟然敢跟人争个啦！吴嘉璇一点就不一样，今仔日吴嘉璇以前红色的西装外套，阿黄虎细汉的，竟然去学校附近等伊。唔通碰到人啊！永春，蔡萱姐，你哪底只？永春，跟我倒转来。阿妹啊，更加害的是，我第一路恁去就坐。这是永春的包包啊！所以你家己卖你唔敢，我都无好你这趟过呢。即卖这小刀我给你卖，算是你的现世报啦。你叫吴家英打出去，那是因为你假咯。看你选的查甫人，我就知。你就继续跟吴家园这个阴天的搞相共，我你们永远袂变家。唔系你今日出主意啊？那是想要搞，我看想要搞的人是你啦。手背，风雨经过，又是一轮面月。爱你一个。